神狗太空人最新任务扫货。各位同学，今日同大家上国民教育科，佢哋系乜嘢啊？航天员。错，佢哋系太空人，唔系航天员，咁易俾人洗脑，点得噶？嗱，寻日三个神狗太空人飞到嚟香港啦，当然系派咗班小学生超老土咁宽演宽演咁啦。哇，靓仔你打喊佬，跟住捉你颠覆国家政权罪啊！查实呢班小学生系接机御用老林嚟嘅，嚟自东涌嘅教联会黄楚标学校，一嚟救晒近机场，二嚟救晒咗根正苗红啊！上次胡桃哥嚟香港都系佢哋接机噶。三个太空人就带住个硬胶样同大家合照，冇第二个表情噶啦。知打边只 Botox 咧 ，keep 待下做个技招啊！景海鹏一嚟先整句广东话入乡随俗。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三次来到香港，而且每一次都深切的感受到了香港同胞以及各界朋友对我们的热情。够啦，你第三次嚟噶啦噃。对上一次仲系同屋企人嚟度假，唔好咁假啦！唔知系咪见景海鹏都咁夸，刘旺再加多两钱肉紧。快到香港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舷窗那等着，看看到底的，香港的夜景是多么美丽。夜间非常美，橘黄色灯光一片一片，也确实感受到东方之珠的美丽。哇，好夸下喎！佢仲收到老婆最新任务添，就系嚟扫货啦。对你嚟讲，我谂难过上太空啊！前面两个大师兄去到咁尽，身为强国第一女太空人嘅刘洋出超必啊！话上到太空就感受到祖国嘅爱、党嘅伟大，哇！答到咁，姚边 OK。